别吵吵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宝贝儿啊，别喊喊嗓子啊！本警长能给你开包啊，是好事，是福分。只要你把我给伺候舒服了，一年以后罩着你。来呀，小宝贝儿啊！老爷，老爷，外面干什么啊？你眼瞎了你啊？脚咋的？老爷，您看外面，老子里头还没看完呢，看外面干啥呀？您丢东西了？娘的，老子能丢啥啊？我衣服和枪呢？外面，哪儿呢？哪儿嘎子？哪嘎子啊？丢我的枪，我的帽子，我的衣服和裤子。哎呦，那个王八秃子给我关那嘎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都别敢，你敢开锁呢？滚犊子，滚犊子，滚犊子，滚犊子！开叶子，开什么叶子？开什么叶子？滚，滚，滚边上去！滚一边俩打一个去！踢，踢子，我要踢子！秋红啊，看来有人在暗中保护你。哎，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到了这儿啊，也别太任性了，这人总得活呀。这位爷，玩玩吧，这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。三姐，瞧你拉的这位兄弟，尖嘴猴腮的。嗨嗨嗨，干嘛呢？蹭油呢？也不怕砸了我们回梦楼这牌子？滚滚滚滚！哎呦，这位爷呀，我没说你呀。哟，您瞧他那样吧。你懂个屁呀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。他们都是野鸡，来看看我们回梦楼，这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逍遥府啊。大爷，大爷，我是丁香啊。大爷，伺候您啊是我的福分，您啊是头一回来吧？去把刚才管事的那给我叫来。哎呦，大爷，您别沉着脸。哎呦，哎呦，真怪了，我也没喝酒啊。大爷，您扶我起来吧。哎呦，哎呦，谢谢谢谢大爷。哎，这刚才抬进来的是什么？哎呦，是女人呗，抢来的。哈，一看这位少爷呀，就是个外行。这园子里的闺女啊，总得进进出出的。我这人呐，是要横着抬进来，脚还不能着地儿。那女人我要了。你要了？这树龙破瓜总得100块呢。嗯。哎呀，他已经有主了。丁香，好好伺候着。是妈妈。大爷，大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小美，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嘘，别吵吵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宝贝儿啊，别喊喊嗓子啊！
本警长能给你开包啊，是好事，是福分。只要你把我给伺候舒服了，一夜以后罩着你。来呀，小宝贝儿啊，来，来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外面干什么呀？你眼瞎了你啊？脚咋的？老爷，您看外面，老子里头还没看完呢，看外面干啥呀？您丢东西了？娘的，老子能丢啥？啊？我衣服和枪呢？外面，哪儿呢？哪儿嘎子？哪嘎子？丢我的枪，我的帽子，我的衣服和裤子。哎呦，哪个王八犊子给我挂那杆了？哎呀，哎呀，都别敢看着呢！哎，滚犊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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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叶子，开什么叶子？开什么叶子？滚，滚，滚边上去！滚一边打打一边去！踢，踢子，我要踢子！秋红啊，看来有人在暗中保护你。哎，你先把衣服穿上吧。到了这儿啊，也别太任性了，这人总得活呀。一个堂堂的警长，竟然让人家把枪和证件挂到房顶上去，居然还借茶叶办公务之名去逛窑子。你逛就逛了呗，还他妈记账？你记就记了吧，还记在国民政府名下？那帮大官都记账啊！你放屁！我记了吗？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，怎么可能到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？局长。我去回梦楼啊，那是卧底的。妓院卧的什么底？韩主席的手表不是让给你摸了吗？我学摸着吧，这但凡作奸犯科的人吧，必是好色之徒啊。所以呢，闭嘴！你还敢提韩主席？你这事儿要是让韩主席知道了，是要掉脑袋的，你知道吗？局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行了行了，下不为例，你先回去吧。还不走？是，谢谢局长。喂，吴主编，啊，我是警察局局长谭嘉林。昨天晚上回梦楼的事情不可以报，这是韩主席的意思。好，就这样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别喊，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。你要问我是谁，你就叫我管闲事的。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天底下还没有我进不来的地方。这外面树上的纸钱是你挂的吧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这像是守孝啊？那是给我娘守的。你是被人逼着干这个的？也是，也不是。到了这种地方，不接客可不行。你要是敢逼我，
我就死给你看。你要是想死，就不会等到今天了。说说你的身世吧。我不想说。哎，你很像个大家闺秀，你姓什么？我没姓。那你爹是干什么的？别提他，他禽兽不如。好了，你别再问了。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外边有喘气儿的吧？哎呦，有啊，我一直在喘着呢。哎呦，可我进不来呀。哎呦，我说少爷，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啊，哎呀，俗话说得好，娘爱俏，女爱俏。我们秋红姑娘啊，能看上少爷您这个有情有义的人，真是一双慧眼呢。哎呦，《烈女传》啊，这个话又得说回来了。从远处讲呢，有红佛女、梁红玉，还有杜十娘，还有跟李宠王打天下那个红娘子。这往近处说呀，像赛金花，不都是从咱们这个门里走出去的吗？这女人想干大事了，都得从咱们这个门里滚上的门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啊，秋红，我包了。你包了？你包了？包了？秋红要是想吃点什么，你就给她做点什么。他要是想出去遛弯了，你就得派人陪他出去遛弯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细致的人呢。你放心，这伺候人的活儿我比你懂。这个你留着慢慢看。你不会如意的，这是何苦呢？或许吧，你的身世和我有相似的地方。好好养着身子，我还会再来看你的。